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再次去参加三军专科学校的联合开学典礼，这是伊任内第一届参加，嘛是中华民国头一个去参加的总统。蔡总统讲，要来提悬着士官的薪水，嘛要来照顾退役士官，而且就甲今仔日九月七日定为士官的应邀团圣日。三军专科学校学生热情欢迎总统蔡英文主持开学典礼，请总统起鼓。总统蔡英文来到国军士官的基地，不但是任内头一摆，也是有史以来头一摆留下记录。不仅是第一次三军统帅来到这个学校，也是第一次三军士官新生联合开学典礼，期许士官勇猛、顽强、牺牲、奉献、以身作则的传统精神，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。士官是国军领导干部的第一线，唔仅有专长，也是军官甲士兵之间的桥梁。蔡总统也宣示，对士官将有更加多的照顾。调高士官的待遇，共享国军荣誉，照顾退役士官，协助产业发展。三军士官新生联合开办典礼荣耀传承日，请国防部未来持续办理。陆军学生伫跳舞，展现活泼的一面，气氛感染着蔡总统，站起来拍扑啊！随着应邀团圣日正式开始，希望讲会使甲军官甲士官较亲近的。